作为塑造咗冯程程、白娘子等众多经典角色嘅一代美女，赵雅芝无疑系当晚活动上最受瞩目嘅明星之一。虽然今年已经59岁，但美丽端庄嘅佢都系令到刘亦菲咁样嘅年轻演员亦都成为小 fans 喺后台急住揾偶像合影。我想健康吧，健康而且保持心情开朗，而且能够帮助人就是真正的快乐。近年嚟，赵雅芝一直忙于公益事业，喺好大程度上得益于老公嘅全力支持。两公婆更加系娱乐圈里边出咗名嘅模范夫妻。当日嘅活动上，老公亦都嚟到现场，赵雅芝上台领奖，老公就喺台下边好开心咁睇住。赵雅芝接受媒体采访，老公就喺门外等候，夫妻两个形影不离，亦都招嚟好多羡慕嘅眼光。这是今天有特地听到老公过来。没有啊，他因为我们今天来，然后他也顺便去看一些朋友，有些事情要聊，所以就两样吧，都陪我，有点公事也要做。